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第一品牌文美集团，服务在美华人20年，12个辅导中心、名校申请大满贯。教育博士加常青藤名校招生官双顾问模式，为 K-12年级学生提供最专业的升学规划。欢迎在每周五美西时间下午1点、美东时间下午4点准时观看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制作万博士主讲教育节目《美国升学直通车》。微信号文美集团全拼音。品读夜话说天地，信手拈来道玄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，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首先还是欢迎李秉信先生，李先生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请李先生来讲一讲台湾的大地震，就是在这个前天发生的哈。因为呢，这个大地震呢是25年来哈最大的一次，而且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，在上一次蔡英文总统这个竞选之前，有一辆这个黑鹰直升机撞山。然后呢，这件事情当时我也是，我们信不信那时候节目已经有了，然后我当时请李先生来给我们做了一些分析，那么果然都是如李先生所料的这样哈。之前觉得这个好像蔡英文没有什么希望，但是呢，我记得在那期节目当中，李先生说这个撞了之后哈，可能就会加持啊，就是说给他加持更多的力量。果然蔡英文是这个上任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看哈，这样的一场大地震到底是天垂象垂了什么让我们看到，而且特别是呢，我也是李先生跟我讲的，就是这个有一个台湾的震岛之山，是不是叫做这个龟山岛？然后呢，好像这个比较像乌龟的那个头部的那个地方哈断掉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凶兆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请李先生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和讲解。好，谢谢主持人啊。其实自古以来，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啊，中国几千年以来，天有天象，地有地象。有一些象出来之后，就一定是由老天所带给人间的讯息嘛。天象是什么？像太阳啊、月亮啊，太阴被天狗给吃了，日食跟月食，天象。那什么是地象？地象是那个地震啊，天摇地动嘛。我们说这个海啸啊什么的，海啸基础不牢，天摇地动嘛。所以当有天象跟地象的时候，一定有老天带给我们的讯息啊。那尤其像刚刚主持人您所提到，上次那个只是一台飞机，那个不是天象跟地象。那25年来所以没有碰到的地震出现在台湾，肯定有天象，这是其一。那其二，台湾啊100多年来什么时候没有地震？都有地震，大地震、小地震。台湾的东西南北都可能有发生地震，像上一次的921大地震是发生在西部的这个中部嘛，就是在西海岸的中部。那这次为什么会发生在东海岸呢？那其中一定有一个讯号的存在嘛。那我们玄学家仰观天文，俯瞰地理，以玄论证啊，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首先，这是台湾花莲海域啊，这个 7.3、7.4 级的地震，其实它就在台湾的东部的海边啊。那这个东部的海边，事实上有许多的海象，蛮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哦。首先来看啊，从这个图啊，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图啊。这个图上它就所象征的就是在这个东岸嘛。东岸的话，如果你从台湾的地图上来看，往上是清水隧道，再往上是什么？是一个龟山岛。所以先不要讲说花莲这次啊，这个灾情实际上还好，就是几栋大楼瘫了，然后10个人死亡，1000多人受伤嘛。那这些伤亡的事情我就不在这边赘述了，因为有许多的报道嘛。但是啊，其中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哦，那就是说这个龟山岛的龟头啊断掉了。你看原来是这个样子，那现在这个人家说是断头了、断手了，那更有人赶快修正说啊，没有断手。只是有崩裂或者是受伤。其实不管是断头、断手、崩裂、受伤哦，你所看到的是这个龟山岛是叫台湾的国脉，台湾的龙脉，因为台湾是一个大岛。那这只乌龟啊，一直在旁边守候着台湾，所以台湾一向都有一个传说，龟山岛动了，龟山岛有状况，台湾必定有状况。因为这个天垂象是吉凶嘛，圣人以象之啊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以则之啊。那这是龟山岛动了，它到底是动出一些什么现象？而且你看，经过这个地震，这个动法就算没有断头好了，也应该好像是在流血吧，或者是吐血，或者是流泪，或者是这个叫做仰天长啸。你不觉得这只乌龟好像在诉说着什么？借着这些烟尘，借着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好像要告诉台湾的这些子弟兵啊，台湾人民啊，因为我隔海守望你们100多年。那这时候这个龟山岛出现这些烟尘，是不是从玄学家的眼睛来看，想要告诉台湾人什么事情呢？讲到这个龟山岛啊，首先就得讲到一个人，叫玄天大帝。玄天大帝手下有2个大将，一个叫龟，一个叫蛇，叫龟蛇二将。这个龟蛇二将啊，本来叫做情同手足，都是这个玄天大帝的左右手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兄弟戏强，彼此之间不和啊，所以从天上打到人间啊。你看兄弟都打成这个样子，那彼此之间叫祸起萧墙。杨我在讲这个故事，你有没有听起来好像很熟悉啊？你看蒋介石跟毛泽东不也是兄弟戏强吗？国共内战不也是兄弟戏强吗？所以常常有人在讲玄天大帝的这个左手跟右手啊，这只乌龟啊跟这只蛇啊，叫做龟蛇大战。我们讲龙蛇吧，龟蛇大战。这个龟蛇大战事实上是在暗指着谁？是暗指着蒋介石这只乌龟啊跟毛泽东这只青蛇啊，龟蛇啊，从天上打到了人间啊。国共内战事实上是从1945年打到1949年，打了4年。可是大家都很清楚啊，现在两岸之间的分治，或者是彼此之间，习近平说2027年要来准备统一台湾，这些不都是国共内战的延续吗？这个龟蛇大战上打了将近80年啊，从1945年到现在2024年，打了将近80年，还是难分难解，并没有打出一个真正的胜负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老蒋就是那只龟山岛嘛，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这个龟山岛啊，这个龟山岛就是玄天大帝的这只乌龟嘛，那一直在这个守护着台湾。但是在2024年5月20号赖清德要就任之前，这只乌龟哭了，或者是这只乌龟的头断了，甚至这只乌龟吐血了，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其实在2024年之前啊，台湾人都知道啊，这两只龟蛇啊叫做天雷勾动地火，他们的前世今生啊，打了不知道多少年，打了几辈子，这只乌龟跟这只蛇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兄弟之间的戏强，竟然为了这些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啊，可以涂炭生灵啊，所以叫玄天上帝的左右手，绝对不是只有打23年，不知道打了多少年。那打了多少年？在2024年的时候，这只乌龟的头竟然断了，或者是这只乌龟的鼻子既然流血了，叫吐血，或者是这只龟的眼睛既然流泪了，叫什么？叫痛哭无泪。何止痛哭无泪，叫痛哭有泪。那到底国共之间，蒋介石跟毛泽东之间的恩怨，是不是在2024年的龟蛇大战会出现一些什么转机呢？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玄机呢？要知道这些看天眼的人啊，看到这个龟蛇在打啊，常常在讲叫做难分胜负。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蒋介石啊开始流泪了。蒋介石叫什么？叫老龟。瑶瑶你看蒋介石这个样子像不像一只乌龟啊？太像一只乌龟。这样不敬吧？李先生。中国人当然中国人讲说乌龟叫王八啊，可是在易经里面啊，乌龟是一个长寿的象征，它是一个长寿的象征，它是一个吉利的象征，甚至是一个叫天意啊。我们讲卜筮嘛，这个以前叫做这个甲骨文、龟甲文，都是在龟壳上。以前的人怎么去了解天意？就是去那个东海啊，抓一只乌龟来，然后去那个火里面烧，一看就是烧出一个什么卦象出来，就知道老天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乌龟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动物，它是代表天意。后来东海里面的乌龟都被杀了差不多了，所以以后的人才用那个草去捕噬啊，因为乌龟全都不见了哈、哦。这个当然是题外话。嗯，所以这个国共内战的转捩点是在什么？是在重庆会谈嘛？大家都知道，那时候蒋介石一念之仁啊，或者是妇人之仁，放走了这个毛泽东啊，从此一放之后，毛泽东就从长江打到台湾海峡、啊，叫做这个这个吹修这个摧枯拉朽啊，叫做这个长驱直入啊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停顿，就是从重庆会谈开始。洋洋，你其实每次看这张图，你不觉得这是很像是一只乌龟吗？这只老龟啊，这个蒋介石啊，他碰到这个狡猾的毛泽东啊，这是乌龟碰到狡猾的毛泽东啊，那还有什么话好讲？所以啊，这个台湾人都晓得啊，蒋介石就是那只海龟嘛。那只海龟怎么样？把他的跟随者，把他的这些将领，把400万的国军，把他在大陆的家当，把故宫博物院的那些国宝，通通都像乌龟怎么样抬到了台湾，活到台湾去。所以那个龟山岛的意思就是蒋介石当初就是在国共内战，他最后被那只青蛇啊追杀，追杀到后来，他用他的那个背啊。把这个他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脉啊，一脉相传嘛，从孙中山开始，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些所谓的家脉、国脉、法脉什么都可以啊，用他的那个龟壳啊背到台湾来，叫撤守台湾。这是故事的前半段哦。但是从这只老龟开始流泪，或者是断头，甚至这只老龟开始伤心。这个伤心吐血啊，是不是故事开始发生了转折呢？那讲到这里，洋洋我们就得讲另外一个预测的书，叫做《推背图》。《推背图》是李淳风跟袁天罡在唐太宗的时候，这个李淳风在前面玩那个卦象，《推背图》它有4个东西，一个卦，一个灿词，还有一个图，还有一个这个金圣叹的评语啊，所以里面有许多的玄机的存在。因为袁天罡跟李淳风认为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，总是历史不断的在重演。那我们看到第43项讲的就是什么？讲的就是今年最重要讲的叫做黑兔走入青龙穴。洋洋，你们看到什么青龙？青蛇就是青龙啊，对啊，你有没有听过？蛇就是蛇的人就叫小龙嘛，地龙就是蛇嘛，就是蛇就是地龙就是地龙就是蛇嘛，地蛇。对，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青龙跟乌龟大战一场，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发生哦，也很难去推敲出来事情发生什么。可是当那个乌龟的头一断，或者是乌龟的眼泪一流，乌龟的血一吐啊，马上我就想到43项叫什么？叫青龙穴。会不会？到了2024年已经从黑兔走入了青龙了，那青龙就是毛泽东国共内战的这个龟蛇大战的蛇方嘛。那43项到底是在讲什么？他讲君非君，臣非臣，时间为中克定。君非君，臣非臣，时间为中克定。这些推背图的字哦，就是让你能够去推敲。那再下我们看他怎么说，他说欲进不进不可说，好像要结束的却没有结束了，说不出来。龟蛇大战好像要结束的又还没有结束了，说不出来，唯有外边跟树上。只有外边的势力跟上来。30年中子孙节，子孙节不就是在讲龟蛇大战的这些子孙要做一个了结吗？洋洋讲到这里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只老龟它会流泪啊？为什么那只老龟它会断头啊？甚至这只老龟它要吐血啊！蒋介石这只老龟竟然痛到吐血，痛到气到流泪，气到流泪，痛到吐血，甚至头要断了，轰一声，龟头落了下来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天机咯。那比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推背图的43项的青龙穴，你有没有体会到什么深刻的体验呢、啊那为什么会龟首断裂？为什么会流血流泪？到底原因是什么？原来说穿了是赖清德这个龟孙子啊！为什么他是台独金孙呢、啊？其实哦，赖清德自己都不否认他是务实的台独者，叫台湾独立万岁嘛。这个手举台湾独立万岁的人是谁？就他呀，是赖清德嘛，赖都赖不掉。现在 AI 这么厉害，也没办法做到这么逼真嘛。说这是用 AI 做的，赖清德一定跳出来说不是不对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。但是那个关键是你今天是台独的金孙，应该要选的是台湾共和国的总统，你怎么选到中华民国的总统去了？那不就是推背图所说的什么叫君非君，臣非臣啊？你今天要选的是台湾共和国的总统，就选到了什么？选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。那中华民国是从蒋介石从大陆用那只海龟给背过来了，那你说这只海龟，这只老龟会不会气得要吐血？那个想到眼泪都流了下来，甚至头都要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君非君，臣非臣嘛。你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，是台湾共和国的总统啊。今天你只是叫什么挂龟壳卖狗肉，或者是卖毒肉，挂什么龟壳？挂中华民国的这个龟壳啊，你只是要中华民国的这个壳，然后借尸还魂，借壳，借什么壳？借中华民国的这个龟壳上市，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台独嘛，台湾独立。以前老蒋在的时候，一天到晚都在打台湾独立。今天他所打的台湾独打击台湾独立哦，以前我们台湾人啊，外省人要来修理我们，都说你们是台独分子，一个都要抓起来，小这个轻则这个监禁啊，重则抓起来枪毙。现在这个以前蒋介石这只老龟啊，所这个打击的台独分子，现在竟然怎么样钻到中华民国的这个龟壳里面，假中华民国啊，行台独之实，那不就是君非君，臣非臣？那始奸为中克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国共战争啊，我们说欲进不进不可说嘛，龟蛇大战是不是欲进不进不可说？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形？那以外边的势力如何跟树上，外边根数原来台独是靠着美国才有办法钻到中华民国的龟壳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谁会来结？子孙会来结，子孙他会来做一个了结呀，怪不得啊，这只老龟啊，听到看到这个赖清德520将要上任啊，这个台独的工作者要接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他就气得吐血。而且赖清德怎么讲？他说台湾主权独立，台独的完美的诠释就是两岸互不隶属。因为我们刚刚讲了龟蛇大战，对不对？龟跟蛇本来都是玄天上帝的弟子嘛，都是玄天上帝的左右手。也就是今天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，你在龟蛇大战当中都是来自于玄天大帝嘛，也就是本自庶出同源，都是炎黄子孙。那更不用讲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他讲的是一个中国的概念。中华民国宪法是说，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之下，有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嘛。我不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，但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说，我们都是玄天大地下的龟跟蛇，虽然现在打得你死我活，可是都是来自哪里？玄天大地嘛，都是来自一个中国。可是今天赖清德讲说，你现在讲的这个一个中国，中华民国是一个灾难。他又改一个说法，说是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灾难。那杨洋，那你今天既然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灾难，那你为什么要来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呢？你不觉得你是那只老龟？杨洋，你设身处地啊，或者是推己及人，甚至是这个感同身受，是那只老龟蒋介石。你看到你的中华民国龟壳既然被别人用来借壳上市，你会不会气得要吐血？甚至想到要痛哭，甚至头都要断了下来。所以你知道他的这个中华民国是灾难啊，真的就把他的真实面目给捅出来了。就是尤其这个司马昭之心，天下人皆知，谁不知道？那个赖清德你也不用解释，谁不知道你就是借着中华民国的规格遂行台独之实啊。所以有一个人叫什么？叫柯文哲。柯文哲讲说啊，你一直说你是台独的金孙，事实上你叫什么？叫台独的龟孙。为什么柯文哲说赖清德叫台独龟孙？因为你今天既然是台独龟，你今天既然主张台独，你为什么不敢正名制宪？你为什么不敢把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共和国？你为什么不去更改你的国号？你为什么不把中华民国宪法给废掉？你一定要这样别别扭扭的，借着中华民国的龟壳缩到里面，像缩头乌龟一样，不敢露脸。那可是嘴巴又说我是务实的台独者。所以洋洋讲到这个龟啊，那个龟在流眼泪，那个龟在吐血，那个龟的头断掉了。他不是只有讲那只老龟蒋介石、他还讲谁？他还讲这个龟孙呢、叫赖清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一脉相传啊。蒋介石也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在这个龟壳下面，可是他把头给挺出来，一天到晚告诉我们要反攻大陆，要这个复兴中华，要消灭万恶的共匪。对不起，那是以前我们所学习，但是他至少他敢大声的讲出来。那你今天赖清德也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，但是像个什么，像个龟孙子一样，只敢把头缩在你中华民国的龟壳里面，然后小小声声细声细语的说我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。所以啊，为什么柯文哲讲说他叫台独的龟孙？那这个大陆就在呛柯文哲说那你是大陆的龟孙。这些人就搞不懂他讲的那个龟是什么龟，是那个玄天大帝老蒋以来的那只龟啊。他把整个叫做这个这一条龟脉啊带到台湾来。那今天这个龟首已经在瓦解了，是不是代表着台湾的命运或者是要走入了青龙穴呢？对呀、我们说这个太阳跟太阴被吃掉是天象，地震又让乌龟流血流泪断头，绝对也是一个地象。它有一个现象，他在想什么？他在想这只龟竟然动了，想都没办法想，一只乌龟倒怎么可能会动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几百年前几百年来都在那里。现在那只龟动了、我们刚刚看到那只龟流血流泪，甚至已经开始觉得愤怒了。我们说天怒人怨嘛，我们不要讲人间的大道理，你说在中华民国的龟壳下面讲台湾独立，你看赖清德讲的这个几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他说我重申台湾主权独立，名字就是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是不是那个龟壳？然后赖清德带着那群台独人士缩在龟壳里面主张台湾主权独立。那你说这只老龟，这个龟壳本来是蒋介石带过来了，他现在看到这一群人躲在他的龟壳里面讲台湾主权独立，你说这只乌龟哭不哭啊？吐不吐血啊？甚至头都要断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群人实在是你能说他太可恶吗？还是太聪明了？还是太厉害了？还是太有办法了？还是太有本领了？不管你用人间的话怎么讲，但是你不觉得这只乌龟说话了，这只老龟讲话了，这只老龟事项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。所以这个柯文哲就酸这个台独金孙啊，你今天变成叫做台独龟孙嘛，你有本领你就说你是中华民国一脉相传要扛这只乌龟的总统，但是你今天讲台独龟孙，不就是把你头缩在中华民国的龟壳里面？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都是人间里面你来我往唇枪舌战，但是这只老龟事项天象地象事项了。所以我们再看一次，洋洋，你觉得这像是这只老龟在流泪，还是流血，还是头断掉了？再看一次啊，真的叫人唏嘘不已。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，我们每次到北海岸到宜兰地区，每次看到那个龟山岛，就想到哎呀，那个龟山岛就像老蒋一样，一直默默的注视，隔着这个太平洋啊，注视台湾岛。从当初的一届的荒岛，老蒋带了400万、500万的人来了台湾，然后10大建设，然后建设这个10大建设，那是小蒋，然后想办法他带这些农民开发台湾，把台湾以前从一个不毛之地带到现在有什么台积电啊，变成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。那只老龟啊，就远远的隔着太平洋啊，看着台湾不断的茁壮成长下来，难道这些都跟中华民国没有关系吗？今天中华民国被消灭了也就罢了，而是这只中华民国被什么？被寄生了。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在生物里面有一种蟹叫寄生蟹嘛？它拿别人的壳啊钻到那个壳里面，所以它现在连乌龟都不是，它是跑到这个龟壳里面啊，进去寄生在中华民国上面。哎呀，这个台独寄生在中华民国里面，而且竟然还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所以在520就职之前是不是展示出什么意义出来呢？其实我们讲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洋，那是人间的事情。天上是什么？天上是龟跟蛇嘛，龟蛇大战，所以人间就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你看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大，中华民国台湾这么小，但是为什么能够僵持到1945到2024年？因为那是天上大战，天上的大战不关系人间的大小，而是天上的一个缘，叫做天上的一个缘起。但是在2024年的4月3号，花莲发生了地震，那这只乌龟事项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要知道洋洋，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在龟蛇大战里面，他们都是源自玄天大地嘛，他永远都是兄弟，他永远是玄天大地的左右二手，从来都没有说你这左右二手另外寻找老板，寻找一个叫做这个另外一个大地，没有啊。但是现在是不是发生了改变了呢？而且更让我们深思的是这个乌龟流泪在什么时候流泪？在赖清德520就职典礼之前流泪。为什么流泪？洋洋你知道吗？这里蒋介石曾经在这里，他是那只老龟嘛，对不对？一直下来，不管是从到马英到李登辉到马英九到蔡英文到陈水扁，这些人至少还没有一个人叫做明目张胆的穿着龟壳说台独啊。现在一个寄生在中华民国龟壳里面的人，在520就要就职典礼了，你说这只老龟蒋介石会不会心痛呢？洋洋，就好像你的家业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乞丐赶庙公啊，或者叫做什么叫什么意思？庙里面本来是住持在主持的嘛，结果乞丐进来了，就把这个赶走了，你看现在加州不是常常有一些流浪汉嘛，或者是这个无家可归的人，看房子里面没人，一进去那个房子就变塌的嘛，甚至我们叫做血战纠巢，对不对？这个巢本来是蒋介石这个老龟弄的，这个龟啊，这个龟壳，那保护台湾人民。从1945年到2024年80年的时间，现在被别人叫做乞丐赶庙公，血战纠巢，占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府，但里面的人是什么？叫台湾独立嘛。哎呀，你说这只老龟听起来看起来像不像是要正在流泪的样子呢？看看这个血战纠巢乞丐赶庙公的赖清德啊，他心中是不是能够体会出一些天象出来呢？或许人间的话，他被这个台独基本教育派所绑架，他也很难做什么。但是天垂一个象在你就职典礼之前，在4月3号，那只老龟哭了，那只老龟流血了，甚至那只老龟的头断了，你有没有从其中得到一些什么启示、启发呢？还是你还是执着在你年轻时候所说的台湾独立万岁？洋洋，你在台湾独立万岁，在龟壳里面继续喊独立万岁，你知道下来裂的是什么？下来裂的就不是龟头了，就是龟壳了。中华民国的这个壳就会被你给裂掉了。就好像以前人他在股市的时候，就要把那个龟壳拿到火里面去烧，烧出那个裂痕出来，就知道天垂象是什么。现在只是断了，或者是裂了这个龟头啊，下来恐怕你的护身符啊，中华民国这个龟壳也会不会随之你而这个破裂？哎呀，讲了那么多玄学，我们来讲点圣经啊。圣经在旧约里面说有两个城，索多玛跟俄摩拉，一个义人都没有，这里面的人啊，完全都不知道这个上帝的旨意，所以老天啊，上帝一定会会下一些天象下来，他一定会用一些天象跟地象，然后找先知告诉里面的人说，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做了一些叫天怒人怨，甚至为天所不容的事情，你自己要警醒你自己要自觉，你自己要知道。但是索多玛、俄摩拉的人完全不自知啊，最后就被毁灭了。讲到赖清德吧，很多人都讲赖清德是台湾人民一票票选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就好像这个，就好像是啊，你自己选择你要在中华民国的壳下面进行台湾的这种事实，那老天有没有现一个像告诉你呢？那只老龟有没有告诉你说呢？这是你我流了泪、流了血、断了头，给你们这些后代子孙看。下一次啊，被破裂的恐怕就不是龟头哦，会不会连那个龟壳啊都破裂掉？你没有了护身符之后，会不会像这个推背图第43项所说的史艰难啊？刚开始的时候很艰难，龟壳很难打，对不对？嗯，龟壳敲不进去，史艰难啊，终克定。第43项还讲什么？后代的子孙啊，要把这个恩怨给了结掉。哎呀，让我们今天不是讲政治评论哦，完全都是玄学哦，嗯，都是从这只乌龟做一个下手。所以台湾4月3号花莲大地震，乌龟流泪了，乌龟流血了，甚至乌龟头断了，对台湾人民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？恐怕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体会一下了。哦，所以李先生讲了这么多哈，大家有没有从其中听到一些味道呢？那关键是这样的一个天垂像会给台湾接下来带来什么？特别是在520这个赖清德要就职之后，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呢？而且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时事政治当中啊，这个说到台湾现在台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那到底这样的一场天灾哈，这个到底会预示了些什么呢？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观察。那么今天也谢谢李先生，当然也希望台湾的朋友哈能够平平安安，辛苦李先生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观众朋友，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